什么开的呀？ 等一下，这就是主播的细节。预判一，加等黑暗出兵，我操，完美！ 不是困，我都这样。我刚醒，刚醒也这样，刚醒也打哼，可能是觉得无聊吧。 把杀鸡太无聊了，没有压力。 有没有懂得解释一下？留一个是，有没有懂哥？懂哥解释一下。 船长大，不会给我蓝吃了吧？玩的真稳。
妈的，这逼怎么900血惩了？我靠！010死也去吧，死也去得了。 玩打野不抓人只抓鱼，头一次见他妈这赵信900血比我快的，笑死了。 他没闪没大的。 差点被 K 了，打中打中，也怪我的部分。 沙弥拉，我记得是没闪现的。 他有什么底牌吗？ 塞拉斯不会来吧？ 赵信在上的。 我操！
有闪没事儿，有闪无所谓。 你跳哥帮人从来不看对面有没有闪，你跳哥帮人从来都是只看，你是人吗？大呢？我操你哥！我只帮人，但不帮畜生。 好的。 啊？他为什么 A 我然后再大呀？他想杀我。 没事，这个针眼就让他发霉吧。你信我的，这个逼随便抓。 真的，老弟，感觉他走了。 哎呦，我操！什么情况啊？捧眼了，我操！太有意思了，哥们儿，他妈的！ 玩的不咋地，但是知道怎么赢游戏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
不是你想不想赢啊？年轻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念，这个字不念捧吗？打拼音，打拼音。你打汉字，我怎么知道他念？差点被他妈弹幕害死。差点被这些小黑子害死。差三百，打不了啊！我没大呀。哎呦，我他妈故意接的，差点死。底裤都给你看穿了，老弟。大龙，大龙。再刷一波小爷无敌了，ID 是小游戏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！孙子，我操！这要是大师能双排，
我高低得带你上个他妈几百分，太有意思了。可惜这大师不能双啊。不是这萨拉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装的还是说怎么样的呀？还是说想一过来赶路啊？感觉是想一过来赶路的，应该是一过来赶路的。不然不会反应这么，不然不会大招放那么慢，应该是一赶路的。哎，丢脸了，丢脸了，丢脸了。这赵信他妈跟个小偷似的。你干啥呢？我操！快拆！这船长还……